今天的主题是能量调节，克服昏沉感。在开始禅修之前，你可以选择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，或者是拉筋，或者是做几次深呼吸。利用这个机会去感觉内在的按摩，那个深呼吸，它的膨胀收缩在刺激着内脏，刺激着内在的循环，或者在伸展在拉筋的过程里面，神经系统舒活的感觉。那一天里面有差不多八个小时是睡觉用掉的，另外八个小时一般都是工作用掉的，那可能大概有四五个小时是在吃东西，在做维修，各种后勤的工作，有一点点的时间是可以专心的禅修的。那我们的习性，我们的烦恼，它是如此的根深蒂固，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一点点的时间。那这个一点点的时间，你如果有两分钟，它是很有品质的，是很认真的，那都在潜移默化自己，那都在净化自己的内心，那是非常殊胜的。是用一个认真的投入的心，放下世间的担心忧愁饥渴感，让自己全然的投入对于技巧的体会。实际上呼吸它是有很多层次的喜跟乐，它在很多的层次跟身体跟心有交涉，然后你若去留意的话，很容易能够品味得到好处。那如果觉得在这一点上有困难，它往往都是因为五盖它没有完全的消除，所以好比昏沉盖，那种内心暗晦不明，甚至更严重一点，昏昏欲睡的那个状态，你要么就是陷入那个能量不足，要么就是在努力跟这个昏沉拉扯挣扎着。如果能够将这个昏沉感很大程度的克服，让它是不蒙盖自己的心，那对于体会呼吸身体的好处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要克服昏沉感的其中一个有用的技巧，它是跟我们平常我们为人所使用的那个起始的能量有关联的。在心理学里面，我们讲叫做 baseline arousal state， 就是你的起始的亢奋的程度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看，当你在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，你一般你的身心是处于比较警觉的状态的，
当你是一个人独处在熟悉的舒服的房间里面，那个时候你的起始的亢奋度是低落的。那这样的这个亢奋度，这样的那个能量，它的高低度是可以调节的。所以好比说，如果你要跟某一个人谈判，然后你要流露出的是那个温和的那一面，你的讲话的语气会是比较斯文的，比较温柔的，比较轻声细语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你要呈现出你是一个狠角色，你是有那个勇猛坚持的那一面的，那么你在那样的场合，你就是要把声音投射出去，用更有力的、更有信心的眼神跟对方接触。然后平常我们都已经习惯就是扮演某一个角色，扮演要使用某一个能量节度的那个角色。很多它的能量节度是比较低的，这样子人他的静坐很有可能是经常会遇到昏沉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的能量节度是高的，这样子的人他有可能他比较会遭逢的是亢奋，比较高的亢奋的程度。你可以刻意的调节你的这个能量节度，但这个有可能是会违反你的惯性的。如果你平常已经是习惯了就是用一个比较落寞的、比较低能量的方式来面对境界，在这个世间自处跟其他的人共处，你要调节你的这个能量节度的那个方式，再一次的就是你讲话的音量可能要提高，心情上面要感觉将自己的声音投射出去，你在跟别人接触的方式，不管是握手或者是眼神的接触，它是要更有力的、更笃定的。那你可以想象你自己这个能量节度，它因为你扮演了这个新的角色，所以它提高了。你是一个更笃定的人，你接下来你讲话的时候那个投射的声音是更有力的，是更有信心的。当你将自己的能量节度甚至只是微微的提高，你很有可能你就会感觉得到那个内心它有可以觉察到的斗志在产生，你可能能够觉察得到好像有暖意回肠荡气的徘徊在身体里面，那是一个准备要战斗，你准备要以一个更积极的姿态、更积极的生态来面对这个世间。那样的姿势、那样的态度、那样的能量节度，让你自己一开始静坐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能量节度进入。这样的调高自己的能量节度，你不用担心会让自己容易疲累。我们人是可以在这种认真、高亢、有斗志的状况
很轻松的自处好几个小时，你甚至可以是醒着的时间，都是以这个更高的这个能量解度在自处。然后所谓的更高，这是没有一定的，你是可以去调节，你可以去观察，你看一看你现在那个心力，你看一看你现在你的那个自处，它的能量度，那个感觉，它是不是高到让你的心中是有一种振奋，精神抖擞，有一种准备好要做功课那样的感觉，还是那个能量解度它的感觉是有可能待会会昏沉，有可能待会会想睡觉，那个昏沉盖它要产生之前它是有一些症状的，你也感觉得到那个暗淡，那整个身心它的能量在降低，你也感觉到你的那个斗志没有提起来，对于眼前的功课是没有兴趣的，他没有一种从奋斗之中得到的不管是喜悦也好，成就感也好，扎实感也好，你在一开始调节这个能量度的时候，你可以很勇敢的做实验，你看看能不能够让自己是尽量的精神抖擞，非常非常高度的清醒，好像准备要打仗了，准备要上战场了。然后同时确保自己的身体它是正在放松中，在那个体力的那个部分，你在品味着怎么样保留你的力气，但是在那个精神上面，你让那个正知，让那个正念，它是充溢着胸怀。佛陀的比喻就是在调琴，你在拨弄着琴弦，你在透过呼吸，或者是身体的触感，或者是观察自己的心境，来知道你现在这个能量解读。然后你可以帮助自己将那个振奋感提升，或者是调柔。那个平常如果自己眼睛一闭起来，一没有事情，一安静，就容易出现昏沉的。你很有可能就是你平常你的惯性，你的那个起始点，它是不够振奋的。一边调节着那个振奋的程度，你一边观察着那个清醒的好处，清醒它是一个在佛法之中特别被尊重的特质，它几乎是无名的反义词，它几乎是死亡的反义词。死亡的意思就是你的记忆的销毁，你不记得了，盲目的跟着基础的冲动在流转着。清醒的意思就是你记得，清醒的意思就是你知道正确的方向，你在修行这个过程之中你不混沌，你不会退转，
你奋发的向上，去争取每一分那个提升自信的机会。因为每一次的那个提升，它带你到的那个新的那个境地，它是多了光明，多了清醒，多了记忆，多了正念。你只要多了一点点的清醒，你出车祸的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。因为多了一点清醒，你就会听别人给你好的忠言，你就不会在别人好心劝告你的状况之下还跑到危险的地方，让自己困在那个进水的山洞里面。这些那么不幸的灾难都是多一点点的清醒你就可以避开的。所以就算你不追求多么深的那个定，利用这个时间去熟悉清醒的感觉，把所有的那个暗晦昏沉全部抛得一干二净，好像是万里晴空一样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去熟悉这样的滋味。你越去熟悉这样的滋味，你会知道清醒正念他们的尊贵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的，那么随意的想要麻醉自己。那些爱喝酒的人，那些爱逃避的人，那些爱透过不同的手段让自己不清醒的人，他不知道这个清醒是多么的尊贵，是多么的稀有难得，他居然还要用特殊的人工的手段去确除掉清醒。那我们做一个禅修者是相反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持九戒，不去触碰啊罪品，不去触碰那些会让自己昏醉的环境。看到这个清醒是保护自己的，让你自己不容易犯错。保持清醒，那个意思就是你越来越看得到诸行它是非我的，你是不跟它卷在一起的，这都是清醒的功力。所以珍惜它，尊重它，心里面赞叹它，由衷的沉浸在之中。调节着自己的baseline arousal state， 所以让你的起始点是振奋的。去品尝那个滋味是好的，它不是一个会让人轻易的让人疲劳的状态。那个滋味是一种笃定，它是一种坚强，它有一种勇敢的感觉，还有一种你在认真的活着的感觉，很踏实。如果你不这样子做，你是习惯性的允许你自己浑浑噩噩的，允许你自己很随随便便的度过时间，而那个感觉是你虽然还身体还没有死亡，你的心已经接近死亡了，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的，心里是不安的。因为你知道你没有进步，你知道你眼前受用的这个逸乐，这个舒适感，它是不久远的。你把这个今天的这个财富耗掉了，你明天你会流落街头的。清醒的感觉是相反的，
虽然在时时刻刻的努力，但是你知道这个时时刻刻的努力它加起来它就是深远的进步。用这样子奋斗的心情去感受自己的那个心境，去感受自己的能量的节度，而不是只是中性的观。当然任何时候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能量节度调低，你自己去探索那怎么样调低，它是不会造成昏沉的。那个调低是让你变得更宁静，那个调高是让你能够有精进力，让你能够干干净净的摆脱昏沉盖。在呼吸中，在感受触感中，好像在拨弄着琴弦一样，在感觉这个琴弦它的紧它的松，它没有绝对的对，可是你可以用心的感觉，用心的倾听，在调得恰到好处的时候，拨弄出来的音调那是祥和的。你知道你是有昏沉的习惯性的，所以努力的预防昏沉，把内在的光亮打到最高，完全不要让昏沉它有昂起头来的机会，有冒出头来的机会。不是只是在心里面这样子做，而是尝试在整个身心里面将你的那个能量节度调高。那习惯扮演着书生的人，你试着在这个时候扮演的是一个武士的角色，看看那个怎么样影响着你的能量的节度。
当你逐渐的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那个振奋的程度，用正念保护着它，不要让自己又掉入到习惯性的那个低振奋的那个状态。小心翼翼的，不要被昏沉侵袭。所有的内在的资源都放在保护着你的心，保护着清醒。
看不见所爱的人是苦，遭逢不爱的人也是苦。了解爱别离是苦，所以对爱着警觉。如果超越爱与憎，就没有捆绑系缚。